昨天我一个远房亲戚，一个阿姨就来拜访我们，闲聊之余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都30好几了，该结婚了吧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我不结婚还不是因为你？”她就疑惑了：“嗯，你不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对，我不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？